家好，我是陆老师。今天要为大家示范的呢是消除小腿肚的瑜伽。好，首先我们先盘腿坐定在地板上面，然后我们把一只脚往外延展，然后这时候呢你的两边的骨盘呢要坐定在地板上面，然后把伸展的这只脚呢脚掌往回勾，把你的手呢抓住你的脚尖。好，这个时候呢你的小腿的腓肠肌会跟着延伸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再往上延展。好，慢慢的吸气吐气的时候，身体往你的右边，因为我现在是右脚，所以我往我的右边延伸。好，然后这只脚延伸的脚呢保持勾起来，保持你的呼吸，让你的小腿肚延伸。好，然后慢慢的吸气起来，我们再换另外一边。你觉得你的小腿肚太粗吗？透过这个瑜伽动作呢，可以伸展你小腿的肌肉线条，让它变得比较匀称美丽哦。